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《头脑眼大设计工具箱》是男人们梦寐以求的物品，不少男人都是标准的工具控。那么接下来小编要介绍的这个斧头，想必也让不少人心动。Klex Lamjack 多功能斧。 长十五点九厘米，宽九点五厘米，厚度零点七八厘米，重量只有三百一十克。钛合金材质，质地坚固，对付一般的木材绝对没问题。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拆装方便，经过特殊设计的卡扣可以让它从斧柄上轻易解脱出来。拆卸出来的斧子头方便装进背包随身携带，甚至官方还宣称可以直接省去斧柄，到用的时候随地取材，将斧头插入手柄，拧紧家具的旋钮就能将家。 加剧紧手柄。 这样就为背包客们进一步减轻了重量。传统野营斧子一般都是用于伐木劈柴，功能相对单一。c o n l e x 斧子在保证了其基本的砍伐功能外，又结合其自身的特点，加入了其他功能。除了斧刃头，还有内置的乌炉刀、刀片、锤头、长倒钩、六角扳手、螺钉、四分之一英寸钻头、驱动器插座、开瓶器、挂绳孔、竖钩、标尺和 c o n l e x 加紧系统，功能丰富。 斧身的中后部上方有防滑的纸槽，与便于携带的挂钩，可以将它挂在背包腰带上，方便存取和携带。设计者也为斧头设计了单手握持功能，实际使用感觉很合适。 各种操作顺手，这里特别提醒：侧刃为单锋凿齿，开刃十分锋利，在使用中请千万小心，不要误伤到自己和别人。对于经常到野外玩的驴友们，有这样一把得心应手而又轻便坚固的工具，一定是十分方便的。据悉，这个斧头售价五百五十美元，三千三人民币。 大家喜欢这样的工具吗？看完这个视频，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